小叔，嗨嗨，今天昨天半夜吵吵说想吃石锅拌饭，石锅拌饭，今天来尝尝，熟开呀。嗨嗨，哇，到你家了，我没来过啊。要干辣椒牛肉，那个豆腐和有那个什么石板豆腐鸡蛋双拼吗？啊，要一个那个。要一个拌冷面，一个石锅拌饭，再加一个这个火辣鸡爪炒米条，火辣鸡爪，然后再加一个石板鱿鱼，可以吧？好，尝着这个，看了好久了，感觉好馋呀，是不是看着挺好吃？好吧，你看就那种麻辣酸甜儿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最近，哎呀妈呀，这两天我看见了《都市天际线》，太难了那个游戏，有没有玩的呀？叫啥玩意儿？《都市天际线》。我看有人给你出招，说你前期税费少收17%，这样会赢得民众的支持，完了就好了，他们愿意给你钱了。事儿老多了，这唠的好像俩市长搁这交流意见的，建设城市，不知道寻思这顿是比尔盖茨的午餐。过两天又出刘星哲打人合集。挺厉害啊，挺厉害，好吃，好。又上家玩一下。我有正事儿，我得回家拿 iPad 练模拟驾驶。课业没过的模拟驾驶。咱们主打笨鸟先飞。课业多少题了？我听了两节直播课呢，现在。刷多少题了？你刷多少吧，我听听。600。啊，刷这么多？我700。假的，267，模拟一次错42个，但是我那个模拟驾驶模拟的不错，就是老踩线儿，不踩线儿直接就过了。你没考过，你现在科三练上了。别光说了，咱俩赶紧给科一报上吧。光一个科一提4个视频了，过两天刘姐发微博致歉，不应该过度消费国家驾驶考试。一会儿就报。只能报4天以后，我妈都说了，她看3天她就过了，我妈都能给我带呢。就4天以后呗，现在我就约。来，我也约。在哪约呀、啊？约完了，咱们拭目以待吧。嗯。哎呀，当场就过了，不得当场就庆祝一下？哎，你看之前网上有段子，姑娘你去吧，爸给你找好人了。问爸你找谁？找观音菩萨。什么看见？考试的时候看见对方吗？嗯。你要想看偷看我的答案吗？谁抄你的呀？看我这踩不走的选手。好了，可好吃了。哎呀妈呀，哎呀，你没有牙呀，你这怎么样，好吃吧？今天早上我买了本文化苦旅，我姥爷老爱看书了，我把那本书借我姥爷看了，我姥爷说虽然我现在老眼昏花了，我必须得搁太阳底下才能看清，上我家沙发顶上，哎呀，这书啊看着费劲，但我就愿意看。15分钟啊，出去洗头睡着了，完我爷回屋，哎呀，咱搁沙发顶睡觉啊，太阳太得劲儿了，睡着了。我跟我妈说，我妈说，妈，你看吧，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真的愿意学习。但没说装文化人，就是说的我爷不爱听，听不懂。有那哥们看我快手多好。你小时候掉牙，你害怕不？我每次都觉得老刺激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掉了。我每次掉完牙，我妈都得放门顶上，我不知道为啥。我妈说下牙放门上，完上牙放门下。我家有这个传统。你一说这，我想想，我小学时候有个好朋友，上小学啊，完了他家对面有公园，我俩就约定去那公园。他告诉我，咱俩每人买一个最喜欢的玩具，藏在公园里许愿。完了，我寻思那挺好啊，还能买个最喜欢的玩具。我用全身啊，全身所有钱买完之后藏那了。第二天我再去，我寻思有点舍不得，我拿回来吧。我一看这个币呗，全都偷走了。当天晚上他拿走了。我长大我才反应过来咋回事儿，我寻思丢了呢。后来你还跟他做朋友了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长大才反应过来。完我说我最喜欢这个，去买玩具吗？他说不对，你最喜欢这个，这个许愿灵，你就买这个。我现在买个就他喜欢那个，完就要我买那个。你嘴角太损了。哇，鼻涕又泛了好大一颗泪光啊，嘴角也泛了。哎呦，太难受了，鼻炎。
又到日子了。我爸不知道跟哪知道家诊所，可能是经济实惠吧。我妈牙疼也领我去，也领去那儿。我鼻炎也领我去那儿。身上不管有啥毛病的，去那家诊所，诊所挺神奇，啥都能看。说办卡呢，反正没有一次治好的。我爹就告诉我上那家诊所看。说谁给你爸车刮了？大哥，我没有钱陪你车啊，你有事就去那家诊所吧。这剧咋挺好吃？要吗？啥意思？没有钱？给你两包。啥意思呀、啊？你好，你知道他是啥意思吗？这是啥意思啊？我不看不懂。再来一碗。赠他一碗呗。不是，不赖是乞丐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大哥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这至少会五分钟，我实在不会的。我要泡炒菜，一会儿刮衣服上了。爹。这个半年对吧？嗯，对。这半天还没下单呢。他还会五半年都不知道你要是啥。他真去找经理，经理能不能赠他一下那个？经理说啥呀？嗯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再去看看。那个，给你经理就是那个。完了以后，你粉丝要是来这家店，你好，我点一下这个。试试。哎，怎么加了花生米？嗯，看到没有？刚才给我家咋说呀？兔子英语啥？臭丝丝。老铁们，不是我无知，因为这个是小学词汇，我没上过小学，我直接上初中，我读的是预科。真能吹牛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本来从小我妈就想送我去法国留学，所以从小学的是法语，我没有接触过英语，所以你得理解我。我上初中开始学英语，法语怎么说呀 ？French。你不是从小学法语的吗？给大家来一段。这个没有的，这什么的嘞？得得是，没嘞没嘞，给滴滴的，那么是给个点。听不听懂说啥？这个小炒黄牛肉今天非常美味，这石板豆腐也非常的不错。你懂不懂？你不懂法语，对牛弹琴，我累了有点。不想说了，你好像印度哑巴呀。学过法语和没学过法语的都沉默了。你没有学加法语天赋哦。你知道为什么香蕉有时候它会发黑吗？变甜了？不是，氧化了？不是，因为香蕉晚上趁你在睡觉的时候，它们偷偷打架，打黑了。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学，大家注意一下，发疯文学。我的意识还是有点落后。现在我要带婷婷回我的家，我玩一下模拟城市，我当市长了，老铁们。都市天一线，我是都市丽人，就凭我这颜值能连任18期。哎呀，干啥呀？搁这干啥了？硬着头皮勉为其难玩一下吧。好吧，我怕我自己一下就通关，其实他伤自尊。你看还有广告的，滚出去。能不能不打广告？小点声。夹子死。我家夹子死。我家不是网吧。